者翁玉煌新北报道，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为办理三环三线中捷运环状线于中和区中正路临近及横跨台64线高架桥排水工程钢构补漆及隔音墙阻力施工作业，施工单位规划自11日起至25日为期两周，于夜间11点至翌日6点止，日雨甚严，封闭中和区中正路及台64线，预请民众注意配合。市捷运工程局副总工程司林奕群说，高架道路采阶段性封闭，台64线高架段则需配合阶段性封闭七个匝道口，包括往东的台64板桥往中汉主线封闭20K 200公尺处，经由板桥匝道改行平面道路，大汉桥转台64线上匝道20K 500公尺处，与民生路桥上匝道21K 400公尺处，往西方是封闭中汉一匝道，往板桥国道三转台64匝道，中汉安平路上匝道与新店端匝道平面道路阶段性封闭，将会配合交管人员指挥，中和区中正路平面车道往新店方向封闭慢车道。林奕群说，进行经台64施工区域车辆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指挥人员导引通行，施工期间民众如有任何问题以及建议事项，可洽施工单位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东区工程处土木第三公务所02-8243-1071，或中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02-8221-3588。